你怎么了？你低头背着我，连表情都没有。你电话开始的话，从不对我说，不习惯一个人生活。离开我以后，让我好好过，怕他要想自由的我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别人是怎么的，你接受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挽留的话却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。电话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不习惯一个人生活。离开我以后，让我好好过，怕他要想自由的我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。找理由，从